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有什么不同，温岚干得好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。请问刚刚是哪一位老伯说切？啊，对，你从哪里学来这种习惯？什么乐团指挥？切。啊，对，你有教过人家唱歌吗？没有。你怎么会有这种很怪的？他每次到傻瓜之前，傻瓜。最懂女人心理的陈国华老师。我很期待来唱百万大歌星。真的，所以你穿了 Michael 的葬礼的缅怀 Michael。对，Yo Michael 致敬。等一下，你真够了！你学 Michael 就算，你还学上朴学亮吗？你怎么这样？而且是下后手。没有啦，我看你刚从宫，那你刚才干嘛？出来了，忠烈祠啊！而且他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不是衣服像，他的舌头很像，真的，舌头伸出来像 Michael 啊 ，Michael 怎么是绿的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吃龙角散呐。他以为吃龙角散对比较厉害，有帮助，有点感冒。绿巨人，等一下你就知道龙角散到底有没有帮助。陈国华老师为女生量身定做的，1998年，李翊君，七情六欲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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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的心不要你画。陪你走过一段七情六欲全都品尝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，一句七情六欲打翻。我本来就你啊，不用直接唱了，直接唱啊，直接唱，不用我啦。等一下抢答，没有啦，不用抢答啦，你直接抢答了，这是怎样？对，你是得改来。告诉我，这是淘汰还是怎么样？笑着哭，哭着笑，去想你的模样。哦。没有，看在他从忠烈祠回来的份上，算了。我是从忠烈祠，我早上去打工。有看片了？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啊？啊，其实我蛮少看的。你以为我们什么百万冲冲冲啊？对，我不用举手，我们这一关就是要讲求节奏感，该唱那个时间你就要唱出来，不用我接唱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还在等？你不唱也没关系，温岚唱我也很开心的，我比较开心的。来，我们来让阿莫接接看。阿莫来，好嘞，来，心好开始。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。一句，七情六欲打翻，笑着苦苦着笑，去想你的模样。好了，这阿莫也是 Empire 对了，在荷兰来的阿东啊，东啊，比较不熟了。你看，一个举手。一个阿斗，一个阿斗啊，拖拍拖拍。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来来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对啊，哎，老师，阿毛，你上厕所啦，照顾一下，来。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，一句哦，七情六欲打翻。笑着哭，哭着笑，去想你的模样。看，哎呦，终于来一个啊！各位，各位，这才是正确版本。对啊，那你先去看完病，再进入奖金挑战赛。首先进入奖金挑战赛，会的歌不计其数的小贤同学。是这样吗？对，
会的歌很多。我喜欢去 KTV。哦，跟我一样。所以是 KTV 达人。我为了要来上百万大歌星，我昨天晚上还推掉一个 KTV 一团。哎呦，为什么要推掉？你就应该去啊。不行，因为我如果昨天晚上去唱的话，我今天会没有声音。哦，我一定会唱到哑，差别很大，是这样吗？哑跟不哑差别大不大？当然有差啊！这么凶啊，舌头那么绿，还给我吐！这一定会有差的。你是这样想的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说去那边唱要给钱，来这里唱不用钱，还可以拿钱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不要昨天花钱，我要今天来赚钱。看你赚得到赚不到，有的人赚1500，有的人赚750，对不对？你看看 tomorrow， 哎，这750的人少了，我们很珍惜，可以缴停车费啊。你不是骑马来吗？你说你先骑马来的吗？好，很不用吗？前面讲这么多，到底有多厉害？唱了就知道。来，看看有没有徐怀钰，谁能比你强是什么意思？你很熟徐怀钰的歌是吧？因为我以前模仿徐怀钰，然后才进入演艺圈。哦，所以你的出道作品就是模仿徐怀钰啊？在飞哥的前面。妙妙妙哦！哇，那你想要用这个来奠定这个1500元的基础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徐怀钰，请看，飞起来，妙妙妙 ，Call me。啊，这个应该都是哈。啊，飞起来了，怎么可能就喵？我不要，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 ，Call me，Call me， 看看 ，Give a call。都可以啊，哇，都可以耶！好，点歌，点歌，想听什么歌？我要听喵喵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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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喵好不好？哎，要带动作哦！哎，大家一起来跳哦！我们一起，喵喵喵，徐怀钰一起走到你的左边。突然被你电到，听见危险讯号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感觉简直就是喵喵喵！我想叫叫叫，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。哎呦哎呦哎哦，完蛋了，继续投入没关系。哎呦，请注意哦，几个字啊？哎，讲一下讲一下，总共2 4 6 8 99个字。你刚刚唱到哪里？你怎么变那么黑啊，哈林哥？哎，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帮你抵一下，我帮你抵一下，我叫你去喝水。什么？我才不去喝水嘞！从这边接，我刚刚跟他讲话，讲头发快掉光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哎呦哇！不会哦，不是不是，因为。不是因为我是不是不会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就很嗨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怎么突然间好像零检的感觉？你们站着会挡住我们的视线，你们可以坐下。我们都有买票，他们不太清楚站座的 timing 啊。哦 ，OK 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很像有零检的感觉。有零检，就突然间灯亮亮，然后音乐一收，这样我就被泼冷水，就有点受伤的感觉。谁叫你常常去怪地方上班？不是，九个字。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，就是喵喵喵。九个字哦，九个字哦。哎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，如果到这里一定不对，因为只有八个字。哎啊，前面是什么？前面那一句？哦，是哦，还说很熟，我们点歌嘞，哇。灵官呢，陈老师，哇塞，哇，我有女弟子了，女弟子，你还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我才不会跟你一样。哎呀，我要看前面这个吗？不给，我要让他收女弟子。来，请看上一句。还在傻笑，忘记你已经走掉，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。哎，九个字，对，请看。可以确定了哈，可以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哦，哎呀，我都已经向你招手了。我都已经向你招手，你应该也松了一口气，没有这个女弟子也好，还好还好。你放心，我会离你越来越远。好有自信哦！哎呦，敢嚣张，后面的参赛者都不爽了。下一关，那个啦，挑战哪一个？郑元畅，嗯，郑元畅，所以说这个人在现场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谁有歌？元
唱。好，方炯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温岚，温岚有可能，温岚有可能唱。Tomorrow 唱过什么歌？那个啊，沙布沙布，沙布沙布，他们还有新歌哎。哎呦，哈利哥听就知道了。哈利哥，还有哈利哥的歌。他还有新歌啊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慢慢游。这是卖膏药的啦。你会唱是吧？嗯，他们跟号角响起一起出片。你会唱？哎呀呀呀，慢慢游。这边不会有。哎，我们这边基本上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啊，痛啊！我都拿750而已了，我还给你们。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我一人补250给你们，凑1000。哇，好好哦。大家选哪一题？我选挑战郑元畅。郑元畅，请看。哎，下步，下步，够吧？对不对？小千会唱那个情歌，你唱那个啥爪好了。啥爪？啥爪？巨爪，巨爪，巨爪。古月爪。啊？胡瓜啦。没有，你怎么古月爪呢？也只有我一个人懂。对呀。好啦，你们一直讲。我刚刚已经做过不对的事，你还要学？因为我忍不住会想接啊。灾太灾太，还不赶紧退下？好啦，那就那个啦。儿宝儿宝，我要唱。温山峰，温山峰的温山峰，温山峰的歌，温山峰啊，对，我真的被人家说温山峰的。他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教他温山峰，对对对，有方洞宾，有温山峰，对对对对对，温山峰好了。你要唱温山峰的傻瓜，哎，给他一点压力，很嚣张哎，这个人，唱错就真的是傻瓜。你很像温岚2007年的作品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请问刚刚是哪一位老伯说切？啊，对，你从哪里学来这种习惯？什么乐团指挥？切啊！对，你有教过人家唱歌吗？没有。你怎么会有这种很怪的？自然而然。他每次到傻瓜之前切傻瓜，有没有？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对对吗？对对对，请看。可以了。哎呦！不要明示哦，不要明示哦，你最好给他一个答案。嗯哼，答案就是傻瓜。傻瓜！哈哈哈！你懂了吧？你懂了吧？不，那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啊。哇塞！他流汗流成这样，我很紧张。你是真法还是假法？真法，我真的剪哎。哇，你好像假法啊。好，没关系。其实他这一点才是。你看你们两个互抓嘛，马丹娜跟 Lady Gaga 互抓，傻抓，傻抓。这个答案。可是我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就 KTV 也会点，然后他尾牙我主持他也都来唱，我都会背了。都可以讲，你唱多少尾牙他都会背了。每一年他尾牙都一直那个啊，都遇到他。答案确定了，确定，我确定。这阶段请揭晓。哎呦！小贤第三关挑战侯湘婷，为你流的泪遇到难题啦。不是呗？不是我的。心不甘情不愿的求救提示团。等一下，你真的很熟这首歌吗？很熟啊。MV 在哪里拍的？这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拍。你假发弄掉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不管 MV 在哪拍，知道答案最重要。贴心的小贤最后还不忘帮大家解答。翠花拍的 MV 真的怎么那么棒哈？在游泳池旁边唱。有哈，我没有想去。我想要天后门耍性要性感，天后耍性后甜品歌曲你不适合了，你就小姑娘。好，好了好了。我以前很性感的。天后耍性感，还有自己讲，哇，这么兴奋！蔡依林的《唯我独尊》，赵薇美的《爱什么稀罕》，李玟的《爱你是我的自由》，你要选择的是
蔡依林《威武独尊》啊，哇，会跳的，想跳的就来一个，哇，蔡依林吗？2006年的《威武独尊》。风光蜜语，只要坚强。这句有没有英文？接副歌 ，dancing dancing。这句有没有英文？没啦，哎呦，对呀，你不用很难算的。是接副歌的意思吗？请坐下。温岚会不会唱？句是什么？不确定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确定啊。不会，这位小朋友会吗？不会。不要讲答案。哦，好恐怖！不要吓他。我不吓他，我就喜欢吓小学生。幼稚。蝴蝶结都比你头还大。会不会？我记得好像又接回主歌，对不对？好，上一句，你想想看，你需不需要上一句？要，请看。武林风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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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我试试，三选一。以为他笨，对，挺聪明的，不要坚持，三选一就对了。我不信，谁不要发泄情绪？我不信谁不要发泄垃圾的管道。B， 情绪、垃圾、噪音。哎呦，你选垃圾对吗？对，垃圾。可以吗？不可能是情绪跟噪音。好了哈。好，好了，嗯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帅，磊哥！这么肯定，你好无情哦你。无情的情书，你都没有那种。没错，待会你下台，我会跟你来一个大大的 high five。好人，他是好人。我是坏人。方炯斌是好人。好人。来下一关。第一代香港疗伤。疗伤天后哪一位？关淑怡，难得有情人，邝明，纯映，彭羚，囚鸟，哎呦，不错，陈老师猜到一个彭羚，这个不容易猜。彭羚吗？比较熟。好，彭羚，1996年的囚鸟。人家唱一个囚鸟，你在后面什么海鸥什么八哥都出来，猫头鹰是不是鹦鹉啦？乌鸦这是什么鸽子？这是粉鸟，粉鸟不叫，是千里秋尽的粉鸟。那前面为什么还有海鸥？啊，乌鸦。我都想错了就对了。嘘，不要吵，我在算。对爱无计可施。这无味的日子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是吗？请看，这一个歌应该会的人不少，不是很多，不多。这个歌不多吗？会的人应该会唱。问陈老师，这个歌不看比刚刚那个歌流传度高吧？高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嗯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哦，这个厉害啊，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哇，杀手！我跟你讲，你看前面的歌到现在，大概前两首还好，嗯，越来越难，狠角色。哎，如果我这一题错，那奖金是现在是多少？10000元哦，第五关的折半。
10000很多了耶。你说那我认输了，折一半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跟你讲，认不认输都是折一半，还不如拼拼看。哎，对，因为其实输也没关系，已经很满足了。真的，大家也有一点吓一跳的感觉。刚好最近可以听十次。你要选择的是热门点播，请看。OK 吧，哇，好好听哦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两首2008年的作品是郭靖的《下一个天亮》，萧亚轩的《冲动》，还有一首2005年梁静茹《瘦瘦的》。我比较熟是《瘦瘦的》。瘦瘦的，好。梁静茹2005年的作品。收集够多的伤口才为什么不唱下一个？比较不熟了，对，怎么样？刚刚才有警察临检的感觉吧？对啊，来，哎，本来他越唱我还越期待，就是很会唱那种 KTV， 很多歌都那个第一句没有，而且瘦瘦的这个歌其实还蛮容易，很多人。前面的旋律不，前面的旋律不是很好记，对，就是我前面没有下到歌就不行，就进不去，就找不到那个门，对，找不到入。陈老师，我给我们这个参赛者一点评语建议，我看你还是到我公司去报道。你是想收学生还是想做朋友？没有没有，收学生，收学生的，有潜力吗？有潜力吗？有。公司是在干嘛的？你是喂，你想传播的，怪怪的，对，人口买卖好不好？对，他是音乐老师，哎，你问他公司，他公司卖，对啊，他卖房子的啦，他是超偶的台柱，哎，对啊，你问人家公司在干嘛的？难道他公司会是卖卤味的吗？对呀，对，我教音乐，可是我公司卖卤味。对呀，神经病。来，第六关没有通过，第五关的奖金10000，给看起来有点可怕的小贤。